动人的音符，感人的创作，就在今晚的私藏曲。欢迎周慧。嗨，娜姐。这个周慧的歌声呢，说真的，很多人都在私藏你的歌声。耶、yeah, ，好开心哦！真的，真的，很多人私藏了这个周慧的歌。嗯、你的歌，那首《约定》。嗯，那个《约定》，其实我们今天应该来聊一下这首歌吧。好啊，好啊，没问题。因为《约定》实在太经典了，而且这个。约定这首歌其实这个状况我觉得是蛮特别，就是说当初是王菲先唱，对，而且她已经唱很红了，对不对？唱红了、嗯、而且王菲也算是一个天后级的，对，你是个新人，你为什么那时候敢有这个勇气把那个天后的歌拿来重唱？没有，是我觉得唱片公司老板啊制作人对我有信心，嗯哼，所以他们主动就说我们要来翻唱这首歌，然后问我 O、哦哦、不 OK、嗯、然后我觉得可能我胆子也很大吧、uh-huh. 我也没有觉得不 OK 我就、uh-huh. 好啊。你那时候拿到约定这首歌词的时候那心情是什么呀？ 其实它多多少少有一点点粤语版的一些影子，像粤语版的编曲一开始的时候就有钟声、uh-huh. 然后呢就是因为姚若龙老师听到了那个钟声，所以他第一句、uh-huh. 远处的钟声回荡在雨里，所以其实是粤语版的整个气氛又给了他一个新的灵感、uh-huh. 他才写出一个新的词，然后感觉起来是哎、我们很有希望有未来，然后希望说在一种无怨无悔的情况之下、嗯、我们想要走到一个终点这样子。哦，原来是这样、嗯、所以其实你跟王菲这个两种不同的那个完全不一样的感觉、歌词完全是不一样的，不一样的、而且听说这个周慧这个约定还有一段小插曲、听说在当年在录约定的时候，你自己讲吧。好啊，其实大家很印象很深的就是我在921地震的时候、uh-huh. 刚好打的就是约定这首歌、uh-huh. 那921地震之前大概一个多月、uh-huh. 有一次全台大停电，我就是刚好当天在录约定、uh-huh. 然后才录完盘带一下下来不到十分钟马上就啪、uh-huh. 全部就跳电，我们那时候还在庆幸说幸好盘带下来了、uh-huh. 如果没有下的话全部刚刚录的东西就不见了，又重来又要重上一次，可是当天就是录好了、oh. 刚好才盘带一下我们才坐下来说啊， uh-huh. 收工了， uh-huh. 结果就停电。就停电，哎呦，真的灵异事件，灵异事件。而且听说、这个一般呢、就是这种唱片如果有一些小状况的话，都会大卖。所以那张卖得很好，卖得很好，很庆幸那次停电，是不是？也不能这样讲，当然我也不希望那个电塔再出问题。当然的，不开玩笑。我想那个难得哦，那么久都没有在这个唱这首《约定》，很多人很期待要听这个歌。我们现在就来欣赏周慧这一首《约定》。去计较。
做快乐的自己，照顾自己，就算某天一个人孤寂，你我约定一张钞很快要很低，也说好没有秘密，彼此很透明，我会好好的爱你，傻傻爱你，不去计较公平不公平，我会好好的傻傻爱你，不去计较。